有的人总能遇到特别好的工作时机，有的人经常中奖，还有的人遇到危险的情况总能转危为安。由于命运与出世日期之间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羡慕神仙的生活。有人说，自古人生醉即满，半醉半醒半神仙。意思是说，人生没必要事事较真，追求圆满，不如半醉半醒的活住，像神一样潇洒自在。其实，根据人出生的阴历月份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对应的神。快来看看你是什么神吧。一月喜神，一月出生的你是喜神，喜神又被称为吉祥神，能给人们带来吉利欢喜，增添财运官运，祝学童金榜题名，祝新婚夫妇吉祥如意。你性格活泼开朗，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常给他人带去快乐。不过你看上去开朗，但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独自难过。二月爱神，二月出生的你是爱神，你为爱而生，是一个因内心充满爱而让人感到温暖的人。你内心非常纯粹，你爱家人，爱朋友，爱这世界，因此你看待事物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美好的一面，这样积极且富有正能量的你，怎么能不受人欢迎呢？三月财神，三月出生的你是财神，你有富人思维，很能赚钱，善于把握机遇，有助丰富的人脉和资源，你也乐于帮助朋友，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不过你也要学会享受生活，在忙事业之余，你也要多抽时间陪陪爱人、家人和朋友。四月幸运神，四月出生的你是幸运神，自己是好运的代表，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好运。你性格豪爽，有点大大咧咧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常常拯救朋友于危难之中，你幽默风趣，常常能让周围的人捧腹大笑。你有自己满意的生活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。五月木神，五月出生的你是木神，积极乐观，每天都能让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你就像大树一样坚韧顽强，抵抗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不管有多少烦心事缠身，你总有走下去的勇气，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，你都能沉住应对，你常常笑口常开，喜欢过平平淡淡的小日子。六月风神，六月出生的你是风神，你像是夏季的一缕清风，性格温和，不易动怒，待人平和，随和好相处，给人很舒服的感觉，大家都愿意跟你做朋友。你善于察言观色，说话做事有分寸，你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人，细心体贴，很会照顾身边的朋友。七月水神，七月出生的你是水神，天生爱好自由，性格率真洒脱，不受拘束，爱旅行，懂得享受生活。你比较有个性，只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不活成别人眼中羡慕的样子。对待生活，你总觉得一切顺其自然，得不到的不强求，遇见了就会好好珍惜。八月雷神，八月出生的你是雷神，你是个直性子的人，有住刀子嘴豆腐心，有事情不喜欢藏住掖住，一定要当面说清楚，没有任何心机，不喜欢斤斤计较。これって北朝鮮のキム一族と何ら変わらない。重感情，心地善良，有正义感，敢于打抱不平。九月土神，九月出生的你是土神，你心态比较好，遇事沉住冷静，
做事踏实，做人本分，真诚待人，不会耍心机，待人宽厚，很容易原谅别人的不是。在大家眼里，你是个重承诺的人，靠谱是你的代名词，找你帮忙的人都会比较放心。十月宅神，十月出生的你是宅神，你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，种种花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养养宠物，一个人也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你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不喜欢离开自己生活的圈子，对父母孝顺，希望自己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，不是迫不得已的话，不会选择离家太远。十一月美神，十一月出生的你是美神，你有一颗爱美之心，天生丽质，打扮时尚，气质出众。你有助较高的审美能力，有艺术细胞，喜欢看书、看电影、听音乐，受到很多人仰慕和喜爱，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或男神。十二月智慧神，十二月出生的你是智慧神，你是生活中的智者，目标明确，做事不纠结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应该追求什么，常常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待人真诚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而且对待任何事物，你都比较理智。我是五月出生，还挺准的呢，你是几月出生，是什么神呢？本期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十二生肖中最有福气的五大生肖，得财神保佑，一生不缺钱。那下面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人特别有善良，特别有包容心，而且还特别有韧劲，做事情能坚持，有条理，也特别能吃苦耐劳，认准一个目标，必然会坚持到底，因此属牛人必定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也会收获丰富的财富，而且属牛人还特别热心肠，喜欢帮助人，不求回报，是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，因此属牛人身边很多人都得到过属牛人的帮助与支持，必然也会用同样的爱心来回报属牛人，所以属牛人也会有福运，注定能一生幸福，平安吉祥。生肖属鼠的人聪明伶俐，头脑灵活，而且嘴巴也甜，表达能力很强，所以很会处理人际关系，在各种场合里都很懂得为人处事，鼠人的人缘因此特别好，身边总能遇到贵人，鼠人也常能得到大家帮助，运势很旺，接下来鼠人将会运势大好，一扫过去的霉运，得到上天的厚爱，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，获得晋升的机会，财运也会随之而至，而且单身的鼠人也会有机会遇到自己的桃花，必将事业爱情双丰收。生肖鸡，生肖属鸡的人很耿直，踏实，做事情特别认真努力，有魄力，而且属鸡人其实特别的有想法，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老实巴交的样子，其实属鸡人是很有智慧的，而且也有助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性格，事业心很强，肯努力，敢于挑战自我，不惧困难挫折，是个特别有韧性的人，认定一个目标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春节期间，属鸡人必定会有吉星眷顾，事业很旺，财运也很好，有好消息传来，财运享受，生活会越来越富足。生肖马，生肖属马的人也是特别积极乐观的人，而且属马人特别有干劲，不管做什么，总会全力以赴，用心去做好，虽然偶尔属马人也会比较盲目，急躁，有时候也常因为冲动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，不过属马人很聪明，灵活，
纠错能力很强，所以属马人总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好。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，属马人都能有所收获，必定会成为一个幸运的人，得到上天的厚爱，事业兴旺，生活幸福。属马人一辈子无病无灾，非常顺利，平安喜乐。生肖狗，生肖属狗。